各位早安，现在时间呢，7月23号早上5:30，我呢在这个市一子五人众车，然后我跟黄子腾还有这位可能大家没看过，这位就是反正他叫做简恩，然后呢他骑的车是 CBR1000R，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到宜兰的金车博朗咖啡下面的马路上面集合，然后因为不知道等一下大家会不会一样的速度在骑，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反正选择要这个去早餐店吃早餐的，就刚好看到桌上有这个4个饭团，然后大概就刻了这4个饭团，然后加上我昨天买这个麦香生活呢，跟这个生活红茶，我呢其实等一下出发了。啊，你们这边是能穿的吗？会吗？这会啊，我有点身穿的。真的假的、啊？我自己也还好啊。看，不会啊，这边温度妈的，这边冷气都妈开超强了，那个差不多跟殡仪馆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运饭团应该是不会坏啊。完美。的好了，算了，干你啊！我早就拔掉了，妈废的，痛！现在时间7:23，在那个叫什么？Seven，北宜的平林 Seven。然后呢，刚刚北宜的路段呢，我没有录影到，所以等一下呢录后半段，好不好？骑得蛮爽的，今天这个天气真好。相信应该很快就到宜兰了，好不好？那我们要继续骑车，继续赶路了，各位，拜拜。我刚刚红林呢，没有录到这个北宜的前半段，所以红林就来录个后半段，好不好？后半段呢，红林比较少骑，所以路比较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我红林发现自己好像口误了。其实 R6 这台车好像也不是这么难骑，因为呢，红林一直都开错模式在骑的，好不好？现在红林开的这个标准模式还蛮爽的哦，因为红林上一次骑的时候呢是开这个 A 模，所以车子有点神经质，有点难骑这样子。它的标准以后呢，非常的没有问题。骑车完全没有障碍。好，那么我们要赶快赶路到这个宜兰火山爆发地。哇，好爽啊，好凉，这个路况也太好了。我已经走过几次这个那个叫什么北宜的后半段，我发半段的路明明就比较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只跑前半段。我觉得北宜如果跑整条是蛮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很少人在跑前段。OK， 好，那骑车吧。
有尿味啊。哦，还有忘记跟你们说了，那个就是如果呢我在露营的时候呢，有一些我在自言自语的地方，其实不是我在自言自语，是我们一定要开这个蓝牙，然后有连这个语音，所以呢他们会讲话，我会跟他们对话，所以不要搞混了，哎，就是这样。干，哇，好开心呐！啊，你看，你看这台车的车牌写什么？它是 RV， 请你 RV，OK、okay?。我鸡鸡很痒哎，怎么办？哎、欸，不是啊，简恩，你要不要来我前面给我拍一下？我感觉骑车前面没有人，好像我也是自己环岛一样。好、啊，你跟各位说，就是。相信应该会有观众问说，哎、欸、Honey， 你的手套是哪一家品牌的？来跟你们说一下，这双手套你们去查应该查不到这个牌子，好不好？这个就是超跑买的，500块钱就有 ，OK， 非常好戴，保护性呢，哦，你比赛这么多年，摔车呢手是还没有怎样过啦，好不好？所以超跑货呢可能是因为它的品质比较烂，戴起来非常好戴，好不好？很软。还、啊、有比较贵的那种牌子的手套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材质比较好，就是什么用牛皮、用什么皮有没有？然后这个手活动起来就会很硬。哦，大概是这样，所以后面呢，手套都买淘宝的。最近呢，有戴过那个 Hildo 的手套啦，蛮想买一个 Hildo 的手套。哦，那个戴起来跟这个淘宝的质感是一样的 ，OK。所以后面应该会买一双 Hildo 的手套。哇，起重机真棒！你看路上遇到。一样起重机有没有？跟打招呼一样。啊，还有黄金在骑山路的时候，其实都会保守一点哦，不管是大弯小弯哦，只要是不熟的弯，黄金都会带一点前刹哦，预防万一啊，怕妈突然这个急弯我就出去。终于到了，耶！好，我们现在在这个九弯十八拐下来，哦，已经到了宜兰的一家全家休息一下。我发现骑跑车是真的不行，太累了，骑到手超麻，腰超酸，妈真的太痛苦。我终于相信别人说骑跑车呢不太可能一路干到。花莲，休息一下，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到苏花公，真的哦，苏花公路，好，等一下下一个目的地就是苏花公路底下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出发。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继续出发了，痛苦，真的是痛苦。
下面。你们要休息吗？应该不用吧。好，走。等一下呢，我们就是苏花中间的 Seven 休息。哇操！哇操！好爽哦！感觉路也太平了吧！我操！左转哦，哦，我们在全家。各位，我们现在到了东澳，已经骑完了整个苏花。对，苏花很长，骑完了苏花的前半段。苏花路很超好骑，路又大，容错率超级高，超级爽。那个弯进去时速100都没问题，有没有？应该没有到100。还一百三七十啊，他吓我七八十，大概七八十，蛮爽的，路又好，不会跳，超级平。但是今年在跑步，北一后段其实路很错，前段就快跑烂了，后段路真的是蛮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